款式只有四款而已，103675，103675，103675。来，这个是国款的，其实这样子的样式我们有卖过类似，那它后面的话是条纹的。来，帮我打。是单穿还是搭配都是。条纹的，粉色的。来，帮我打789+1。789+1。789。没有，我直接给789。好，价格558，直接请再658。我直接再给你们下杀558，789+1，789+1，款号是103675，103675，帮我打789+1，粉色，搭我们这次的内搭裤，搭我们这次的内搭裤，好，帮我打789+1就可以了，好，12345678910都是24小时，都是24小时，好，绿色好好看，绿色可以吗？绿色好好看，也是宽大版的。2L、3L都一定可以穿，好，这个就是789+1。这个的南部朋友你要买啊，中南部、北中南都可以，你塞多少件衣服都可以。没有特别，就是当然就是你们讲像冬天的高雄没有那么冷的话，我相信这一件你们可以。薄的棉质，棉质，而且价格没听到，玉婷说价格没听到。来，价格的话就是558元，558789+1。来，连线价是658，连线价是658，临时的哈，临时加的，所以玉婷也不知道。好，789+1，一样12345678910都给你们，好，下杀款，价格连线价是658，好，789是558，好，再降100块给你们。好看，绿色，绿色必买，粉色必买，搭我们内搭裤，搭浅灰色。浅灰色，好，绿色好看，还有一个色，擦一擦，快点。后面有英文字哦，哈，后面有英文字，直接打789+1就可以了，哈。那观看重播的话，帮我打103675，价格就是658，2L、3L穿都可以。好，那它够长，所以你当打底，外面是大学 T 都可以配，好，都可以配。好，后面有英文字母，好，这个受众比较广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接受度应该很高很高很高。真的 ，Nancy， 你有觉得哈？我也觉得我好适合绿色。可是，跟黄色。你的衣橱黑白也很多。黑白的。你粉色比较少。对。粉色比较少。好，三个颜色都看了哈，789+1，价格658，好658，103675，明天重播的哈。那袖口是。完全没问题，它是薄料款的，然后夏天绝对都穿得住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100分，妹妹 TP 完全都修饰到了，都不会曝光，好不好？都不会曝光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换下一个，来下一个，这一家只有四款而已哦，这一家只有四款而已，好，789+1，啊，这件大学 T 的材质啊，款号是103673。袖子放全长多长？很长哎、欸，那袖子很长哎、欸。对，袖子超长的啊。他说你内搭的那件。里面这件、啊。对啊。白色那件吗？哎、欸。不是很长啊，手袖蛮长的。手袖很长。Nancy， 那个手袖非常长。连环漏。回放直接打款号加就好了，回放打103675+1就可以了。好，789+1是我们的直播的优惠价哈、哦。今天都很下杀啦，每一款都差不多。然后这一件大学 T，、啊、你看它的颜色配色灰配粉很好看。这一件就是磨毛款了哈、哦，我已经讲了、哦，接下来就是厂商都会试出到磨毛款。尺寸的部分2X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下摆接螺纹布也不会卡。完全都不会卡，不用担心。那你也可以把刚刚的格子衬衫穿在里面，领口翻出来也是100分。那我刚把那个条纹的这一件搭在下面，是不是也很合理？就会有那种裙状的感觉。好，这一件也是可以这样子做搭配的哈，有裙子的概念。来，这一件上衣的款号是，价钱是，来，我来报一下哈，这一件的款号是103673。价格不用1000多块，只有958，103673，好，价格
不用1000多块，958。来，它的配色很好看。来 ，Kiki 给他们看所有的颜色，他们才知道加的数量。来，那个蓝色，蓝色配紫色的印，蓝色配紫色的印刷，然后紫色配深蓝色的印刷，还有深蓝色配黄色的印刷，它的字体都非常的明显，好，是选择这件大学弟的特色。没错，韩国最后配色配的好看，就是它的整体性是非常棒的。好，这个搭配我们家的内搭去配打底裤，123+1的打底裤都非常适合。那你搭那种我们的牛仔裤，落地牛仔裤宽裤型也配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款号我再给你们一次，103673。103673，颜色颜色，来，老板，你叫我立帮你穿一个色。老板娘，叫老板娘帮我穿一个色。他看到没有？请老板娘帮我穿。他看衣服吧，就进来。老板娘面熟啊，老板娘不穿以后不播。老板娘出现了，老板娘。这个说好久不见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只会挑款式，因为每次来韩国啊，就一定看得到他们的店，然后可是都是经过而已，但是他的东西就一直没有新颖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没有播。但是这一次有几个款，四个款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绿色配紫色很棒。那你可以搭刚刚戴帽子的小姐姐，好有气质。刚刚那个，你也可以搭刚刚那个，我们不是有黑色跟深蓝的，不是水印，不是我胶印，胶印很好看。Nancy 胶印，好，然后紫色这样配。啊，这个欧尼是老板娘。好，紫色搭灰色裤子很好看，灰黑。印花是蓝色，而且它大学T的版型是做宽版的，好，不是做正常的版型，所以它的穿搭样式是非常好看的，所以选这件单品的用意就是这个。款号我再报一次，103673，价格958，价格958。再一个色，没了吗？还有一个色 ，Only 的紫色啊，很好看，紫色配蓝色的印刷，紫色配蓝色的印刷，宽版的样式。我们不喜欢那种正常的大学T，即使它没有设计感的时候，落肩感。落肩很好做搭配，落肩很好做搭配。你不要认为落肩会让你的手臂变宽，肩膀变宽，不会，落肩才会让你显现出肩膀缩小的状态。蓝色、藏青色、宝蓝色配黄色的字母，这个要当那个这个那个绒布裤，这个吧，黄色的啊、哦，好可爱哦。你有没有拍穿搭照？啊，刚刚是绿色的，好 ，Kiki 穿的是绿色，绿色配紫色，粉色配灰黄粉红色，总共4色。哎，灰色配粉色，紫色配深蓝色，蓝色配黄色，好，好，这样4色，好好看哦，好好看。好嘞，来，都穿了啊，颜色没有很特别。有条纹我挑的，它的宽袖很可爱，而且管那个版型的宽度是整个落直重是非常非常棒的哈、啊、所以挑选这件单品的用意就觉得它真的非常不错哈啊，颜色英文的印刷色配色底色我觉得都很考究啦，就是那个要做出质感色就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哈、啊、它这件彩条的面料我们早在一年多前，我们有卖过，去年有卖过。去年冬天卖过了。那，这次的版型是做跟刚刚的版型是差不多，做宽版的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是做那个超长版的，好、哦、超长版的。来，这个彩条彩虹条，里面是磨毛的，我个人喜欢。里面磨毛的，尺寸2X3X完全没问题，然后一样是103674。地鼠上，咖啡色好看，白色好看，深灰色也好看，你们自己挑。对，好、
颜色要多缤纷就多缤纷。那你喜欢低调一点点，你就选深灰色跟咖啡色。那你喜欢亮眼一点，白色就绝对是首选。我觉得这三个色应该都平均买的很棒。好，玉婷说上次是短版的，我包色，短版的。那长版的上次没卖。好，啊，这个是直接盖到屁股。好，那搭我们家内搭裤，这是手推落地裤、工作裤都可以。好，价格很甜很甜很甜，958，款号是103674。好，103674，长版更赞。玉婷不要唱反调，累归累，不要顶嘴。103674。咖啡色好看，我就说这三个色一定很平均，大地色。鞋袜子是不是100分？袜子跟袜子配好好看哦，我的袜子好好看。103674必买必买必买，103674，价格958。958，958，958元。好，双十一优惠价，双十一优惠价，再讲一次，双十一优惠价，958元。好，换下一个。大推大推大推，最后一款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有袜子跟毛巾。他的货有帮我送公司哦。今天出了，他这次很快。好。嗯，很快。快就好。这款长版更赞，玉婷没有做不到的，只有要不要而已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没有做不到，只有要不要。要要我叫他打一件长版的出来给我们，我们做双十二。好，再来这个帽 T， 一样尺寸的部分到2X完全没问题，手袖跟下摆都有做接到螺纹布，螺纹布不会贴卡撑。你看163公分，你看这个大学 T 的长度还是够的哦，你看它这个地方还是有修饰到。做双层帽，挺度一定有。这边的话就是，我那个毛巾给我，还有袜子。这一款先给大家看哦，你看它的这个配色很好看，粉配粉，紫配紫，灰配灰，绿配绿，四个颜色都好搭，好，四个颜色一样宽版的哦。哎，我穿那个 Nancy， 我穿紫色也很好看，你不觉得？可是粉色好看，紫色好看，绿色好看。那个深灰色也好看，好，来跟大家讲价格啊、哦，价格一样很便宜，好、哦，双十一嘛，没办法，好、哦，1158，你要买优惠的价格这一档啊，真的是要快很准，好、哦，那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越早订单顺序越快，然后越慢下单，前面订单真的很多，那可能就会延后出货的状况，啊，我们已经都有叫大货了，我们已经。今天的跟明天的都已经叫大货回台湾了。好，那早上小松说几百公斤，600公斤已经出货到台湾了。好，总 total 是600公斤已经出货到我们仓库了，大家这两天就会到货了。今天下午送的。今天送的，今天下午就能到，今天过12点。好，到台湾嘛，对不对？台北到台北。好，我一直误会你。好啦好啦。来，你看。哦，你搭个毛帽哦，去配帽 T 都很棒，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好，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灰色，好可爱哦。绿色、紫色、粉色、深灰色才对，抱歉讲错了，103672，这个啊，这一家的试件款、啊，本人觉得啊，精选，对，你看欧尼啊。穿搭风格，它的配色，整个样式呈现的样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啊！不得不讲，因为我们它有10几20款的新款，可是我们就挑里面的4款而已，不多，真的不多。你看绿色显白，灰色真的是质感色，好，它的印花的颜色，它这个全部应该都是胶印的方式，好，因为它的字母必须要比较凸显一点点，水印的话会太。雾面的，太雾面的。OK， 玉婷，你可以下班了。玉婷，你先下班。因为我让玉婷，我们小帮手玉婷先下班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播，跟他借一下。
因为他今天一大早去棚拍，明天早上又要棚拍，好，全部都磨毛。磨毛。他只有一款横条薄的那个是没有磨毛的。好，欧尼感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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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说我要借他的场地播两个东西。来，我们介绍一个爱马仕，爱马仕。爱马仕，爱马仕，来，这个其实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卖过一档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其实大家的接受度没有很高，但是你打的就是少量数量的部分，但是大家都有反馈说毛巾真的很好。对，玉婷，明天八点半要棚拍哦，那个玉婷赶快回家啊，做。那个回家注意安全了齁，车自己叫。但有用的有买的都反馈跟我说很好用，包含我们家的女儿，我有买大条的回家给我女儿用，我女儿去宿舍外在饭就是宿舍，她也都是都会拿那个松月的毛巾，真心好用，她洗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没办法置顶哦，我用喊。我用讲的跟你们讲一下 ，A220， 来，总共有四个颜色，它的价格是399一条，然后松月毛巾吸水抗菌，好、哦，抗菌是90%以上，好、哦，不会让你发臭，好、哦，它是爱马仕的直接橘色的等级包装，来，它产地有很多产地 ，Kiki 啊只会卖 Made in Korea， 几年前它也是。指定要卖 Made in Korea， 因为它有越南厂、印尼厂、大陆厂，但是 Made in Korea 是最高规格的，好，最高规格的，我们一律全部都是 Made in Korea， 没有去说会分出来。那这个呢，真心好用，那我会知道这个牌子呢，是我们那个韩国的大姐，她自己在那个什么。韩国他每次都坐飞机都会扛毛巾回来用，他说这个毛巾洗了哈，那个不会臭臭的，而且你下过水你再摸那个材质质感真的都超好的。那 A220 哦，对，那就是这个我们就会有接触到这个。那我讲回来，我女儿也去宿舍也都会带这个毛巾，像我自己在弄，像那个小西西在弄，她还有讲到一个重点，是不是像你有一些毛巾，你即使新的洗过之后，你身上都还是会有毛毛的毛屑粘在上面，很多毛巾会这样，这个完全不会，它不会有细毛留在你身上，就是觉得洗完澡擦完身体还是怎么都脏脏的感觉，身体的它完全不会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家松苑的这个品牌。那我们这一次只有毛巾，浴巾的话，浴巾太贵了，我怕1000多块你们接受不高。真的，1000多块我怕你们接受不高，因为它一条小浴巾卖399的价格，可是你大条的话要卖到1200、1300、1500。好，实际多少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看它这个是有厚度的哦，哈，它有厚度，但是不会说不干，然后很容易不干，然后也不会让你有发臭的效果。然后你可以抗菌、抗菌、抗菌。你可以仔细看它的那个毛巾的那个面料的部分，真的质感超赞哦。A220到我们自己家给大家399的价钱，哦，真的很好用。那我跟你说，盒子的部分呢，爸爸呢，他这一次是给我们橘盒，可是他在现场的话，他有别的盒子，他有灰色盒子跟蓝色盒子，所以不一定。是哦，等后面追加的时候。好好好，盒子可能是橘色，可能是灰色，可能是白色哦。非常明确的就是会有这个松月。松月。那它盒子会变，它这一次给我们橘色。好，它这次会给我们橘色。来。来，我再包一次款号给你们哦。那个款号是 A220，A220，价格的部分连线价是390，我们恢复原价应该是500。恢复原价是590，恢复原价590。爸爸，可不可以双十一价？宰力，听完你的。一次就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难得你会这样子，多少？这真的很好用，然后
这个你要讲啊，我要跟玉婷讲啊，不然明天上架价格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卖399。对啊，很贵哦，然后越南制的。可以限要限时吗？不用，没有在限时的。要给大家定的价。对，就官网固定价格，就到20号，多少啦？快！我喊哦。啊。你不要生气啊。没有，速度缓慢呢、啊。你帮我写今天的数量，没有赚钱，十件三件，我没有骗，写在上面。那这个你外面一定光大条的就要卖多少钱？这个我真的卖超划算的价钱，好不好？299的价钱，好，老板不要生气，我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。我跟你说，他来的时候会给你们盒装。盒装不要介意会压到，因为这个都是空运。配送的过程当中，配送过程一定会挤压。纸盒会压到。纸盒只是保护它的外观，哈、哦。纸盒只是外观，不会影响到里面的使用的方法。那第一次收到，请你下过水洗一次再使用。好、哦，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先全部丢洗衣机洗过一遍。你就可以擦擦看有没有棉絮粘在你的脸上或粘在你的身体，它完全不会，超级无敌好用。包含我自己的朋友，他那时候就是跟我订，你看几年了，然后他当然有轮替在用，可是他真的这一次我去上次来他就有提醒我说，如果我有去买毛巾叫我帮他拿，可是我就逛了很多家市场里面，我没有找到松月店家，所以我就不敢拿。啊，最后我又找到这一个，而且坚持我要 made in Korea 的，所以只有这一款。它其实有很多的花色，但是都不是 made in Korea， 所以没有这个就没得选。好，他们要如果真的要有韩国字，其实款式真的不多。那 Kiki 给大家这个，记得299价钱不要记，下次我卖399、490都是正常价。这一次给大家双十一甜甜价，真的只要299，让你们家试体验看看，好不好？299相信你家试免运了，好不好？家试免运超甜，好，超甜。真的真的可以加哈 ，A202 自己加，跟之前三条的面料一样吗？这一个再厚一点点，它的手感我觉得再厚一些些。可是那个三条一样，那个是他们讲说是那个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抱歉，我再讲一次，上次三条那个再厚一点点，这个比较薄一些些，可是也是厚料款，然后这个是。一样是松月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松月的，真的好用才推荐，真的好用，我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挂在心里说毛巾我想再卖，因为它真的很好用才推荐给大家。记得我给大家的价钱不要记，好、哦，真的不要记，这个是韩国品牌，像爱马仕的那个松月品牌，那他们的那个搓澡系列。他们的那个 slogan 其实就是给大家给像是韩国价钱不会太高，可是它是媲美专柜等级的毛巾系列用的，好 A202 体验价给大家试用看看的价钱，299真的399已经真的很甜了、哦、那现在给大家299的价钱，颜色就是灰色、白色、咖啡色跟深蓝色，推荐给你这种的推荐，你也知道 Kiki 很喜欢生活用品，那生活用品的部分也是要真心自己喜欢我才会持续在卖，所以它是素面款，什么花样都没有，但绝对会是你们会喜欢的单品的生活用品系列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哦 A220 抱歉 MJ 拍摄 A220 要的自己加 A220 加你要的数量一条，我真的是下杀的韩国连线价299了，真的就是最便宜的，真的没赚钱。你们觉得喜欢，那你也想用的话，你们真的可以试用看看，体验价了，真的就是体验价了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220加你要的数量，哈。好。
好，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是那个。你的照片先帮我上上。袜子，好袜子。然后那个是 cashmere 的袜子，那一样，我这一次出一组的给大家买，好 cashmere 的。这袜子很可爱哦。什么东西？我在挑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认真在挑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。我真的在挑很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，所以才会有这一组袜子。妈妈，你可以帮我弄吗？嗯，你两款，一共两款，对，现在还有一款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自己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cashmere 的那个袜子的材质，所以它的袜这一组袜子的那个毛料，你们知道，Uniqlo 不是有一些就是那个 cashmere 的那些毛衣针织吗？它的手感是不是超棒？爸爸你摸就知道。不一样啊，它的质感真的超好。它是专柜的面料的袜子，对，好，那不是说它特别好，是它的材质真的不一样，而且它是有。我因为这是 Kiki 自己去挑选的啊，我昨天跟他分工，然后他去挑的，然后想说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来。那个它是一个组合，一个颜色一个组合，对，好，一个颜色一个组合。来，这个是粉色系，一个是细条跟粗条粉色，配上一个绣提花的，好，配绣提花的。然后这个是款号是多少？好像上去了，来105076。105076，都在那边。蓝色绣字啊，蓝色绣字，那个就是。好，有这个很可爱哦，你看它是粉色，然后三个花样，就是条纹、粗条、细条跟花粉色绣花，三双一组，多少钱？我们单。这个给你拿一下，价格399，三双一组399，平均价格133。好，哎，很划算哎，这是 cashmere 的那个袜子的材质哎，没有卖300-400哈，没有，那个你市面上专柜都是200-300多300多一双，然后好，你们收到就知道它材质有多棒，我只能这么说，然后399也是体验价的概念，因为这个也是新的厂家，恢复原价590哦，没看错，这个是新的厂家，然后你们收到真的会不一样。来，这个一样是卡条，这个是熊熊刺绣，然后再来一个细条，这是咖色系哦，我是同色系配一组，这个是我自己配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在现场自己配，超可爱。然后再来呢，有一个蓝色系的。蓝色系的好可爱，你看它是蓝色刺绣，蓝色三色条。它包装是一个 set 还是分开的？就是分开的，我自己配。所以我们要自己用。对，因为制造困扰力。怎么样？我就喜欢。来，这个是蓝色系的哦，哈，好可爱，蓝色控的不要错过了哈。记得材质真的不同，但是给大家一样，双十一的甜甜价399而已啊，真的，这是 cashmere 你。真的价钱不一样，好，那质量不一样，来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刺绣的哦，还有这个三配色，好可爱，还有最后一个颜色是我喜欢的颜色，是 green 的，好可爱，你看，像 Kiki 穿的这个绿色裤子就可以，那个袜子就可以这样配色，对，有没有好可爱？配得很好，真的，你不觉得超可爱？105076，去哪里买？真的没得买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是英文的刺绣，还有、這個、每一个色系它都配印花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好，那就一组三双一组，一个 set 399，款号是105076。好，105076。要的自己加，要绿色加一，要蓝色可以加一，或者是粉色、咖色，我给大家这几个颜色都配好配满了，然后每一个的刺绣都很特别，颜色就咖啡色、绿色、粉色跟蓝色四个颜色，好夸张哦，太夸张，好想包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超可爱？袜子很多，对不对？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，你
们到时候圣诞节或什么交换礼物，这个拿出去你自己家里有缎带包一下，超有质感。再来，我再跟你讲，你们收到这个材质，你会觉得真的很棒。不是我们之前克什米尔配色的条纹，然后哇，对，然后袜筒会很紧吗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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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质感很好。来这边，质感很好。质感真的很好，没有骗你。它的弹力比较大一点，对，好、哦，它的弹力张力比较好一点点。对，我已经不是去找以前那个卖那个什么59块、79块，它不一样啊。但是59、79非常的非常的棒，只是说这个是更高规格的面料，那它的成本就比较高一点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可以挂在百货公司卖的那个材质。对，399超值，我只能讲399超值，因为。Kiki 在跟我协议价格的部分呢、啊这个，他希望我定便宜一点点。对，然后那个再讲一个，这个不会刺哦，我很怕什么针织毛衣诶，查查完全不会，这个手感超棒，105076，手感超级无敌棒，这边也不会勒到，完全不会勒，它带一点滑滑的感觉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滑滑。哎，你们这样想象一下、哦、这个，然后绑一个缎带跟人家交换礼物，人家会觉得这很有质感。啊，含棉成分高，好、哦，那什么克什米尔的配色条纹袜，好 ，cashmere。你看好可爱哦，这个是花的，怎么办？你们想要谁？又让你们很难选择，对不对？你看好可爱，这个真的超可爱，这是去哪里买？我相信你们绝对找不到，真的很难。一点的，一点的，好，拍谁哦？让你们我介绍完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台湾12点这里一点。好，来这边看清楚了，我真的都配今天款式不多，但是啊，大家介绍的很仔细，然、后因为。市场上的商品内容很有限，但是尽量播，尽量播，尽量找一些我们认同的东西，可以穿成堆堆外吗？不行，这个、不行，婉婷，这个没办法，堆堆外你买另外一款，买今天介绍的另外一款，堆堆外就要买今天的这款，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东西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它的，这个堆堆外不会太蓬松，好。明天一样的时间，大概明天大概一样的时间，9点吧，9点上下，有时候会迟到一点，看架设的状况，好不好？看有没有塞车，对，看有没有塞车，看小松有没有塞车了。小松明天早一点，不然我今天超赶的。感谢各位，今天没了，好了，好的，不要了。Kiki 强力推荐的袜子跟生活用品款毛巾给大家，真的是破盘价。这个真的是破盘价，推荐给你。我今天的每一个款式啊，我有跟 Kiki 沟通，双十一的目的性就是要下杀到最便宜啊。那我要请大家帮我做一件事情，赶快结单。赶快不是赶快结单，是除了结单以外，就帮我多介绍亲朋好友，好不好？帮我分享出去，看看然后多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内容的选品。对，